胖太多不敢见人，妈妈这招真能更快瘦。可以在家运动，就是听塑胶带。哇！去哪都用跳的。喂，哇塞！我感受到你的蠢。其实男生更应该要陪女生一起来运动。哦。其实这个女生有运动到，她全身要绷紧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东森超市33频道。